俺家吃大虎爬大亏，这么大耳朵，这么大尾巴，这奇怪，这奇怪。亚丹已经演十天了，今天再整个唱唱。臭臭小猪人，哇，比前几天是不是演的更狠了？看外圈这一层油，尝一下。嗯，这个状态已经算是演好了。前几天朋友们要的是那种不太咸的蛋清，有一点点一点点咸，然后蛋黄没腌着很。现在是蛋清咸点了，也不是说可咸，吃着正好。现在你吃不吃？吃这活吧。这个。嗯。吃蛋活吧。我不要吃这个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他们又该说了，又该说我了，叫你吃咸的。给吃活吧吧。啊，跟那舅舅一块吃吧，吃完了好不好？好吃这个。香不香啊？别叫掉了啊。口齿留香，这个是裂了，朋友们，我刚才洗的时候，然后有个裂了，瞅瞅这个裂了。活儿腌的才好了，来对比一下，这个是好了完整的，这个、不太咸，然后这个裂了，这个咸的，又想吃裂了，就是，哎呀，我光想吃蛋活了，光想吃这个鸭蛋活了，就买这种裂了，特别划算，俺这个。好，该搁这个了，该搁这个带洞洞的了。好会会转转门儿，嗯，真棒。装吗？我装，你装吧，我看看你咋装的，看你会不会。装的多好，嗯，呀，真棒，厉害了，嗯，还给你，给装吧。那装不装？我装，咱俩一起装好不好？没有袋子。没有袋子？有，这不是吗？给这儿的袋子，你装吧，你装好一个，我给你递袋子啊。嗯，但是我打不开这个。你打不开呀？嗯。装不装？我装，我装，我现在都装。你现在在装？嗯。这缸顶多能装二十多箱，我感觉二三十箱。你拿你根儿的呀？小七儿现在也会装了，可像那回事。他可会装，他那个手。那个塑料袋往手上一套，哎，装好了哇！加呀！拿吧，拿吧，拿吧。之前能哥干，现在你干。哥干嘛干？嗯，俺那俩包都会干。哥干嘛干？我说呀，哥干嘛干？哥干嘛干？啊，哥哥没干，哥哥没干。哥哥上学了啊，哥哥要给家了，哥哥也干。哥哥也干。啊，哥哥可会装鸭蛋。啊。你看。